观众朋友们，上午好！您现在看到的是在辽宁鞍山奥体中心举办的中国银行杯2018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团体赛半决赛的比赛，是我们山东队对战北京队。我是本次比赛的解说员陈思思，很荣幸的呢是邀请到我们赵夫子赵老师来陪伴大家一起观看比赛。赵夫子你好。思思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场比赛呢是强强对话，双方的主将国家队的主力队员陈梦对世界冠军丁宁。是的，我前三场比赛里啊，山东队是2-1暂时领先北京队。这是中生代球员和年龄略微大一点的球员，他们两个丁宁应该是要比陈梦能大上，你感觉，我觉得丁宁应该是要比他大4岁左右。啊，对，因为陈梦是94年的运动员，丁宁是96年的，刚好4岁。漂亮。漂亮。哦，漂亮。他们两个打起来这个回合就更多。对。啊，因为都是国家队队友，他们互相的熟悉程度非常高，而且他们两个这个节奏差不多是在一个频次上啊，你不像说新生代的那一批运动员的节奏会更快一点。他们更多的是比拼的是耐心呐、啊。是的。哎，发球直接得分。我们这个位置太不舒服了。是的，我看得出陈梦的手感和对这个球落点的把控真的是非常的棒。漂亮。哇，漂亮！哦，这个最正手进攻的直线，最大角度的一个直线。哎，这个。陈梦发球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优势，上一轮陈梦发球是得了2分。陈梦进入状态比较快啊。是的。漂亮。哇，现在可以发现陈梦是在盯着丁宁的正手在打，你看又是一个直线。因为丁宁的反手实在是太稳了。对，一般是这样的。哦，这丁宁也是。进攻的时候呢，从正手突破，是从对方的正手，正手一般空档比较大，但是防守的时候防到对方的反手。哎，发球连得2分啊！他俩不应该呀，太熟悉了。是的。吃发球对运动员的打击非常大。对，这是得分最快的方式，也是失分最快的方式。我也感觉到陈梦在和丁宁的相持当中不落下风。是的，而且陈梦的这个落点打得就特别开，你看他反手都是压到最斜线。
而且时不时的我还给你垫一个正手就可以直接得分了。你看这个落点压的，丁宁虽然想侧身，但是都很难，没侧过来。太靠，压得太深。是的。所以说，如果这个位置一般能够，侧身这个反拉的哈，都是比较靠中柱的这个位置，就像这种，它就很舒服的发上力。是的。啊，蹬地转腰，把腰的力量给用上。而且我们现在的这种中生代和新生代的运动员，都是把丁宁作为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偶像或者是榜样去研究去模仿，所以丁宁在对战中生代和新生代是被压制的，很难受的一个感觉，很难发挥出来。漂亮，漂亮！哇！哇！漂亮！我们中国的实力战将的一个实力的全方位展现，对，非常精彩的一个球。是的。哇，漂亮！这也是丁宁本局比赛啊侧身质量最好的一个，是侧过好多次了，要么没侧开，要么就是很勉强的这个球刚刚上球台。漂亮，叫陈梦的连续进攻，率先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怎么这两天看丁宁的比赛这么揪心呢？第一局没赢过。对，因为是说他自己有这么大的光环，然后也是这么成功的这种运动员，他的打法也是现在我们会觉得很棒的，我们是榜样，我们是研究对象，学习对象，那这样年轻运动员对他真的是非常了解。对，所以这一块呢也是丁宁现在要克服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说他可能对对手啊没有那么熟悉，他要一边打一边去了解，但是对手已经对你的优势、你的打法、你的战术，我已经看过无数遍的录像，甚至说教练员也会有针对性的讲解，一直在研究我怎样去学。所以这也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一些非常明星的球员说在这个我们国内的全锦赛比赛里边可能会觉得发挥没有那么好。第二局比赛开始。现在呢是北京队对战山东队第四场，丁宁对战陈梦第二局的比赛。那现在北京队是1-2暂时落后，丁宁又0-1暂时落后，现在丁宁应该会有一点压力。漂亮，漂亮，稳住，漂亮，漂亮。哇，陈梦这个球很厚实。是的，十几板多回合的高难度的相持。
是的。漂亮。哟，没反应。是的，是的。这个角度没反应啊。陈梦的这个落点，他的直线的落点打的是特别开，上一局比赛也是有连续有得了差不多有三分，就这个大角度的直线。又一个。而是，你看正常我们丁宁是左手啊，应该在落点上左手更有优势，但是反而陈梦的这个落点打的会更好一点。在落点的优势上，陈梦是站在上风。哎，运气球。第二局一开局不好，被打了一个五比零。是的。刚刚有碰到这个球网，所以裁判员正在进行重新的去衡量这个球网的高度。哇，漂亮！丁宁这就很难受了，不好打了这一局。第一局落后，第二局六比零落后。打自己国家队的队友太难了。哎，啊，又是一个发球啊，这是策略上的得分。啊，七比零。漂亮。放一分吧。这和世界冠军打，你还准备打他十比零啊？不过丁宁这也是靠实力得了一分，漂亮。所以这种像丁宁这样久经沙场的老将，只要你得有积分，嗯，你就很难再想得分。再看一下丁宁这两个球是不是能给丁宁带来一个更好的局势，连得三分。是的。漂亮，四分。我觉得陈梦呢，他不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队员，他也是经验很老道，很快肯定会做出调整。是的。发球跑到了正手位。哦，这是一个拧的一个运气球。不过现在我们就说反手拧的这个技术接发球啊，大家处理的都很好，很少失分，而且拧的质量特别高，瞬间就来到了两分的差距。哎，是的，连得五分。这势头太猛了吧，抓紧得一分啊，止止血啊。漂亮，六分。不会吧，这一局陈梦要是输了，我跟你说对他这个打击那可不是一般的大。对。哦。啊。算是陈梦叫了一个暂停。啊，连得六分呢，对手。对，但是他自己开局也是连得七分嘛，七比零，现在是被丁宁追到了六比七。所以乒乓球这个运动呢，就是这么戏剧化。对。我们现在看了几个由我们零零后的这种新生代的球员，
啊，还有陈梦这种中生代的球员，再包括我们现在丁宁的正值全明星的世界冠军的这种球员，会发现其实越往下速度会越快。其实中生代相对来说，其实陈梦的速度会稍微快一点点，哎，我们新生代零零后的球员就会更快。所以这个也是说，我们会发现一代一代、一波一波的人啊，他越来越适合现在当下的这个球和赛制的这种打法。对，他们训练体制就完全不一样，不是说一个模子刻下来的，不是这种。所以也是我们中国说，我们中国乒乓球的霸主地位，他一定是其他国家很难战胜啊。因为我们在自我的更新和自我的调整这一块的实力真是太强了。好，现在双方继续比赛。哦，运气球，又一个运气球，滚网球。这一局已经两个了啊，这个球拍脱手已经两次了。对，好，看来陈梦刚才叫的这个暂停还是发挥了一个作用啊，就是阻止了丁宁比分的继续上升。看一下这轮发球能不能给自己一个优势。漂亮。丁宁怎么突然之间就不可阻挡了呢？是的，所以丁宁的调整速度也是真的是很快。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啊，他就得有这种强，就得有这种能力。对，哎呀，好，陈梦再一次保持了自己的两分的优势。漂亮！我觉得这个球回摆的很短。是的。一个半出台球，嗯，但是被丁宁一板冲杀。对，对这种都是进攻型球员来说，发球抢攻还是最有效、最直接的得分方式。漂亮！哇，这是正手一板爆冲，反手一板爆冲。这样，丁宁是在开局0-7落后的情况下，现在是把比分追成了9-9分。我觉得现在丁宁做出的调整是什么呢？他发球发这种转与不转的短球，对，来控制陈梦，不让陈梦上手。陈梦一摆，两次都是没摆好，被他一板给冲死。对，都不敢出台。现在发球，陈梦的发球也不敢出台。中！这出了一个长球，成功了。胆子很大呀、啊！是的，这样陈梦就再一次领先，拿到了本一局比赛的一个局点。哦，十平，10-10。小丁宁是再一次的追平，很戏剧的一场比赛。对，你们还得记得上一回发球啊，丁宁是两个发球，正手一板，反手一板，得两分。你看这一次会不会还是这样的一个发球？漂亮，漂亮！从7-0落后到现在第一个拿到局点。对，第一次领先啊，太戏剧了。啊，这个是回的有一点高了，对，接发球的质量太差。双方再一次打平，11-11。这次没有再摆、是的，直接把球给拧起来了。对，
这上一个球陈梦也是拧起来，但上一个球拧的质量不是很好，所以被丁宁反攻回去了。嗯，哇，又变了。对，正手抛到正手了。对，你这一变化，对方就心里面发毛啊。完了。哇，丁宁真的是功力深厚，这已经吃球了，回得太高，但居然能反抽回去，啊，真是不容易。所以你说现在乒乓球的魅力就是球不落地你不会知道是谁赢，他对手会用更不可思议的一种打法把球回来。看台上的一个球迷捂住了自己的嘴巴，不可思议。哦，擦网擦网，他觉得这球实在是令人窒息啊，这个发球。这个球双方都改变了这个节奏，跟前几个球的相持它就不太一样。但丁宁再一次领先。陈梦刚才那个球其实出来机会了，机会球应该一板拍死的，对，结果被丁宁给反拉反抽回去了。对啊，丁宁就是丁宁。哎，哦，哇，这个时候发球直接得分，强有力的回应啊！对，你来我往，啊！比分焦灼，13-13。哇，漂亮，漂亮！就这种发球，丁宁已经得了很多分了。对。发陈梦左手短球，嗯，陈梦一摆他拧起来，对，陈梦几乎上是没有得过分。来看一下，对，要看丁宁这个接发球的处理啊，他之前处理的都不是很好。哇，这个挂的有点轻，落点选择不好。球接成这样，接发球接成这样，可以说是非常好了。对，那球又有旋转又有落点又有速度，但是对手太强大，直接一板反拉。我们中生代所以就是说看中国国家队顶级运动员的比赛真的是大开眼界啊。漂亮，来了，漂亮，稳住，漂亮。哇！陈梦啊，这是防住了丁宁连续的进攻。你看，又一把，一把，角度太大了。是的。这场球充分展示了中国女子乒乓球运动员的水平。是的。完了，这还没事儿。哇哇，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又是吃了一个发球，然后就是开始反冲和反抽，太棒了，连续的进攻。哇，厉害，实在是厉害。因为刚刚两个人都是啊接发球质量不高，然后被人家发球抢攻，然后我在这个防守的时候防守的更稳更高的质量来得分。哇，这种球丁宁已经赢过很多个。哎，是的，因为现在我发现啊陈梦和丁宁他们两个接发球的质量都不高，但是他们防御的实力丁宁叫了个暂停。对，因为现在
这场分啊，对北京队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现在大比分，北京队是1-2落后山东。比赛继续，漂亮，稳住，稳住，漂亮，连续进攻，漂亮，哇！这两个人的攻守是不断的在变换啊，现在是丁宁在主动的进攻。又一把正手的爆冲，看丁宁开始反抽，陈梦开始反抽，太精彩了。是的，暂停之后，陈梦连得两分。嗯。哇！小丁宁追回一分，双方打成了17-17。17-17。正所谓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是的。又来了，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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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宁连得两分。200、200、300，其实连续的这高质量的进攻，依然是被这个陈梦反抽回来。赢一分竟然是这么难。对。双方你来我往，现在已经达到了18平。对。这一局的比赛，两个人都是很戏剧的。开局丁宁先0-7落后，然后打到了9-9平，然后这样双方的比分就这样一直交替，到了现在是18-18。这才是第二局啊。是的，不是决胜局啊。
两个人的心理素质都非常的过硬。是的。高手对决呀、啊，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呀、啊。是的，要看丁宁这就是毫厘之间。对，就接发球的这个毫厘之间会完全不同的一个变化。哇！哇！这样，陈梦是20-18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这一局赢的是特别的艰难。是的，按道理应该很轻松，7-0领先，但是就所以看来丁宁在比赛当中是不是有所保留，还是怎么回事，到了关键时候才拿出杀手锏来。哎，是的，而且他们两个的水平在这一局后期的呈现是非常无限的靠近，两个人呢经常都是说，哎，我连得两分，但是我只领先一分嘛，叫交替的这样上升。嗯，而现在呢，我们现在北京队这边的情况并不是太好，因为大比分是1-2落后。第四场的比赛呢，丁宁现在又是0-2落后。而作为我们现在的1/4决赛呢，其他几张球台呢是我们的解放军队获胜了，辽宁队获胜了，河北和四川呢是2-2正在进行决胜场的比赛。第三局开始。是的。哇，漂亮！转换了一个节奏。在三球的速度上，陈梦还是更快了一点点。这场球已经熬战了3个小时。是的。漂亮啊，漂亮，我只能说是太漂亮了，这个球。对，双方的攻防的转换，对，真的是不可思议。说实在话，在世界杯上，在世锦赛上都很难看到这样的对决。是的，因为这种国际赛事上的话，是我们中国队一致对外嘛。那国外没有这种、没有这个层次的这个选手的话，那我们打看不到这么精彩的相持，说我们的实力发挥不了，就已经赢了。哎，所以才有网上的段子啊！我获得了很多世界冠军，唯一的缺的就是。啊，还差一个全国冠军。哎，对，是的。漂亮。好，这一局的开局双方并没有拉开特别大的比分，就不像上一局的那么戏剧性啊，直接就7-0，然后再9-9。哎，运气球。梦在他这个发球环节没有少丢分。哎，是的。哎，你看，留意到陈梦这个接发球的处理啊，他这个落点给的都是特别的开。
就第一局就会发现陈梦这个接发球，他这个落点的掌控上真的是非常的棒，两边的开角都是特别大的角度。漂亮。陈梦的特点就是节奏快嘛，那丁宁就是我就是稳，你打过来我稍微退一点点，我这样稳稳的来接你的进攻。这一局丁宁掌控了节奏。是的。哦，漂亮漂亮。你别看就领先着两分，很明显的看出来这会儿的状态，丁宁的状态跟第一局是的，是完全不同的。对，是第二局后半段的延续。对，哇，漂亮。他那个发球不灵光了吗？原来一直发球，那个发球很优势，就是发这个转与不转的，反手位的短的，发完以后要么反手拧啊，要么正手上手啊。陈梦吃了不少这个。对，所以说陈梦的调整也算及时。哎，漂亮。啊，看台上全是丁宁的粉丝。对，毕竟说丁宁作为明星球员代表我们国家获得了这么多的荣誉，所以说粉丝和影响力会更大一些。对，在全国的知名度高。对。哎，哦，这个有一点意外。太想把球发出质量。是的。哇，漂亮！球发的有点长了，所以陈梦打的也是毫不犹豫。哦，连续两个，调整的很快。是的。节奏，这样10-7，丁宁拿到了本局比赛的局点。这场球受关注度很高啊！是的，现场来了很多记者。漂亮，哇、哦！就这个相持，丁宁已经开始反击了。前两个是防守嘛，来这个是反击。那陈梦的进攻也是特别的稳，非常的犀利。是的。上一轮的发球是陈梦是接发球连续进攻啊，看这样会不会有调整。漂亮，好，漂亮。这样呢，丁宁就扳回一局。是的。稍后是第四局的比赛。对。
第四局的比赛，丁宁发球。僵持，哇，漂亮！哇、哦！你看现在两个人，就是说想反手僵持转换到正手的进攻，都不能说一板就拿分。嗯，我都要有几个回合之后，还是要靠落点。漂亮！哦，哇、哦！高质量的挂起，漂亮！别擦网，太用力了。是的。哎呀。这场球真的是龙争虎斗啊，两个人一个球要多少个回合的相持才能分得出输赢，对，想赢一分都太不容易。再次相持，漂亮，哇哇、哦，就看谁更有耐心。对，两个人的策略上和打法上相对都比较接近，这就真的是技术水平的高低，单项技术掌握的情况。漂亮，陈梦正头抢攻这一板非常凶悍。是的啊，哇，漂亮！陈梦已经度过了刚才那一局的那种困难时期。哎，是的。啊。又感觉他得分的又容易了，哎，就这个球，对，就这个球是丁宁最大的一个优势球，他挂的这个球啊，他挂的这个挂起来这个旋转特别好，然后节奏还有一个改变，对，因为你再一防，他基本上就一板冲死你了。是的，是的，现在两个人的相持啊，反手情况比较均衡，谁也不得分，我要得分就得靠正手。或者是靠最开始我不让你对起来节奏，哎，漂亮！其实正手这边呢，就是说我有得分的机会，但是可能相对来说的失分率也比较高。嗯，在这一局，哎，陈梦是靠正手得了两分，但是他也丢了两分。对。漂亮！漂亮！在发球抢攻，四比四。加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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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宁还，我觉得还是发他那个反手位的短球效果最好。嗯。嗯。漂亮，稳住。对。好球。他发这个球得分率最高。是的，就是你没有什么机会靠经验去得分了，你只能靠技术。我们实打实的硬拼吧。五比五，
运气球擦边。其实从战术上来讲，陈梦已经很好的执行了这个战术，也达到了效果。对，就是结局不太好，弄了个擦边。即使这个球上台子，他还可以继续连续的冲杀。嗯。漂亮！说现在两个人也是，我就单算技术上的比拼嘛，就看你两个人的对攻，两个人的防守，谁更稳一点，谁的失误率更少嘛。因为也都是队友来说，这打法上比较熟悉，你想靠经验偷一个球得分，这个得分率有一点低。哦。发球直接得分，他最优势的就是这个发球。哎，是的，转的和不转的，有下旋有不转，问题是他这个球还你还很难判断。哇，发这个侧旋不行，他就发那个转与不转的，发反手位那个短的优势最明显。丁宁这局还有两分的优势，哎，是的，8-6领先。看陈梦啊，如何调整？啊，偷了一个，偷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的。陈梦偷袭成功不是一次了，哎，是的。你跟这样的运动员打球啊，你会很别扭。对，他时不时偷你一个。对，因为你丁宁作为这种明星球员已经是被人家研究过的。嗯，这个也是陈梦的技术上其实还更好一点。就漂亮，哇，漂亮，9-7。哇，对，这接发球的上手特别的果断，因为我也大概会想到啊，你丁宁被人家研究，除了研究你的打法、你的习惯之外，发球应该也是被这些中生代球员是研究过的。对，你大概有几个球，有怎么样的一个发法，什么样的组合，你到什么样的结构，你会发什么球，所以丁宁现在想拿一分也是很艰难。哇，这个接发球接得太好了。哎，是的，出乎了他的意料。对，他以为这个球你会出来一个长球。对，结果陈梦这个控制也太好了。对，就刚刚好出台，你拉的真的是特别的别扭，特别别半出，对，半出台都不能算这个球。是的，就略微的出那么一下台。对，你没办法。哇！啊，这一分其实对丁宁来说太重要了，因为他是9-6领先，被陈梦追到了9-9平。就是终于得了一分，现在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优势哈，9-10，但是发球权还在陈梦手里。对。漂亮！势大力沉呐。是的。其实丁宁的接发球的质量很高，但只是说力量稍微小了那么一点点，那陈梦立刻就反抽回来。再次到了
丁宁的发球。不愧是一流高手的对决啊！是的，两局都是打到十平。对。漂亮，漂亮。上一局打到20-18，对，啊，太激烈了。稳住！哇！哇！这陈梦是在丁宁的连续进攻的间歇找到了一个反攻的机会。会把角度打开，你看连续的11-11。你不是亲临现场，你很难想象这是一种怎么样的对抗。对，毫厘之间。或者我们不在现场亲眼看到，我们很难想象乒乓球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接，还能打出这样精彩的回合，我们想象不到。哇、哦！这球给防下了，关键时候给防下了，哎呀，太厉害了！现在呢，陈梦是12-11，本局领先一分，局分是2-1领先一分。然后我们山东队对战北京队。大比分，场次的比分也是2-1领先。而陈梦拿下这个球，其实等于说陈梦已经拿到赛点了。对，他拿下这个球，山东队就进四强了。对。太厉害了，哇，哦，这球是一个擦边球，擦边球，擦边球，啊，我太精彩了，陈梦主动的告诉裁判说这个球擦边了，哎，是的，所以说不管输赢，一个运动员在场上什么叫精神，什么叫道德，对，什么叫品质，对，这一时刻，这一刹那，我想到了，联想到了很多这样的词，什么叫境界，是的，啊，哇，漂亮，哇，漂亮，所以我就在说老天在天上看着呢，紧接着就还了你一个擦边，就给你制造了一个擦网。对，为什么说呢？这就叫境界。是的，这样裁判员已经把分都翻过去了。对，陈梦指着那个边，本来这一分已经他就赢了，他就说擦边。确实，这样陈梦就再一次领先13-12。最终陈梦大力的抽杀结束了本场比赛，对，这样呢山东队就进入了四强，对，淘汰了北京队，是的，今天这场比赛可以说为观众们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巅峰对决，是的，也真实的让我们观众，现场的观众，包括我们在看直播的观众，了解到我们现在中国女队现在到底已经处于了一个什么样的巅峰状态。然后我们接下来将进行的比赛呢，是我们男队四分之一决赛的直播，这样我们现在是稍微休息一下啊。第一节的比赛结束，请看台下的观众有支持的退场。